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616集，今天给大家分享 SS 第100号，居然来到了100号，第一号也是 Bumblebee， 100号也是 Bumblebee， 然后从它的分配来说呢，97号呢是飞剑，然后98、99呢是 Voyager Class， 它硬是要把第100号这个空位呢留给了大黄蜂。这个也可以理解了啊，毕竟大黄蜂在真人电影系列里头呢确实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是第七集新的造型，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嘴部跟先前不一样，而且看起来嘛，哎，预告片我好像有点忘记了，看起来好像面罩是不能放下来，对不对？如果按照这个造型的话，那这一次的车商是有授权的，那所以车型的表现呢应该不会太差，但实际上的话呢，各位可以看完再说。那作为第100号的产品，这一次的 Bumblebee 呢，我倒觉得我是比较喜欢的，有给我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特别是它腿部的变形，还有它的做工来说，它这一次呢，反而呢，这个手啊，这个看到没有？这个坚硬的球形关节，髋部的话也不赖，反而是这个外摆内收是这里比较偏松啊，整体的做工来讲的话呢，不算差啊，我想起SS01 号 Bumblebee 的各种喷溅吊溅让人家很恼火，再来他拥有了手炮还有手上的刀，我印象中好像先前的 SS 似乎应该没有同时附两个武器的吧啊，那我对比一下，这个是电影第三集吧的一个大黄蜂，然后这个是大黄蜂电影里头的吉普车形态的一个样子，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体型其实差不多，但是它的颜色变成了一个柠檬黄。可是呢，如果你再去对比一下盒子峰会的这个大黄蜂的黄色，确实好像比以往要稍微亮一些，所以它的这个黄色到底正不正确我先不提，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鹅黄色的大黄蜂了啊。那这一次它的造型的话呢，有兼具了一个老爷车形态，也就是电影第一集老爷的就是最初大黄蜂的那个车头的一个感觉，最差的部分就是涂装真的太少了，你看到吗？虽然有细节，尤其是武器啊，中间你这个刀刃呢，你是不是至少把它涂成跟这个一样的金属银色，我相信质感会提升很多的。然后它的背包我是没有办法把它扣紧，我不知道是本来就不能扣紧还是说我没有变形到位，但是它基本上也不太会晃得很厉害。然后它的前面这个Bumper 这个防撞杆，它整块的是延伸到外侧把它给包住的，那所以说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呢，我还以为这个是不是有点变形，但我看了一下好像大家应该都是一样的。那这一次的眼珠子的颜色呢也跟以前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眼珠里头虽然有细节，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嘛，渗线一下眼珠子应该会好看很多。那这个胸口的这个两个这个地方是可以做一个调整的，那我个人还是强烈建议把它往下折一下，让它的胸口的破碎感更强一点。那由于它的进气口的细节做得很精细，所以我对它的造型真的是有喜欢的。然后这里有一个圆形的像是一个大的一个零件在这边，那它的腿部这一带啊，这个形状也是大黄蜂以往的 Bumblebee 的侧边这里都是圆弧形了啊，都是圆弧形，所以这一次啊，还是才是那么一句话，我对这一款大黄蜂的喜欢是比较超越以往的。可动的话呢，手臂360度的转动的话非常的紧，那二头肌在这里啊偏下方，拳头是不能转的。拳头给各位看一下好了啊，这个我们把武器给拿下来。武器的话呢，一样是右手拿手炮比较合适，因为它的开口在这边。好，拳头啊有一些涂装。那就是拳头是无法转的了，脚的话前后左右踢，外摆内收在这个地方，膝盖的话呢从这个地方折下去的时候呢，它有一点这个虚位的感觉啊，稍微大了一些。那轮胎我一直在想我轮胎是不是没有变，就它轮胎真的就是侧边摆在这里而已。那脚也有一个接地的关节，因为它的脚很大啊，看上去的话呢跟以往的大黄蜂的腿造型不太一样，它比较接近这个吉普车那个是形态的大黄蜂。那我们进入它的变形，其实它的变形的话，脚的变形有一些新意啊，有一些新意，但是其实也是很简单。那我个人是喜欢简单变形的，
把这个角的话呢转到这个地方，要推进去。好，把它整个推进去，然后这里的话转一下到侧边来，这边推一下。OK，这个腿部的变形就算 OK 了哦。这个很简单，但是我很喜欢这个斜肩啊，朝内推进去。你也可以先转好啊，这个后照不对，方向灯转到外侧扣进去。再来的话呢，就是我觉得这款玩具有点小危险的地方，它这里是很简单的扣进去就可以了，但是呢，我感觉有点小恐怖啊。后面还好，但是前面这里的话，这两片部件呢，我感觉吧，如果你多变几次，我觉得它磨耗的一个几率是很高的啊，特别是它也是要上下去扣进去，觉得有点恐怖啊，觉得有点恐怖。哎，都是硬扣，哎，觉得真的很怕，就当着镜头前就把它给扣断了啊。我们先把后面给解开好了，正常来讲，还是先把后面给解。后面我觉得也是会磨掉的感觉。好，先扣前面，再扣后面，这可能比较安全。那胸口的话，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打开。哎，不对，先从后面这里把这个后面这些都翻出来。那这里的话，往上一隔的时候稍微紧一点，哦，没问题，就把它往上扣就对了。再来把这个胸口从这个地方给打开，打开。好，再来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引擎，以往的话呢，我们都会把这个车门最后再盖上。那这一款的话呢，反而是车门要先盖上，啊，对整个造型的话做一个固定。好，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再把拳头，不对，应该是说把手臂给转到内侧，然后往下，暂时预定放到这里，再把这个这边。推进来，先往下，好，到这边。那待会儿的话，扣下去的时候呢，这里有一个灰色的凸，它要卡进这里有一个灰色的缺口。照亮一点给我看，这里有个灰色的缺口。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这个头啊，我是习惯大黄蜂的头让它朝下了啊。自从看了大黄蜂电影之后，我觉得它的头应该朝下。那这里的话呢，我们先把前面这块给合下来好了。我们把这个两个这个车头啊，记得是先把它变成是不要先转回去啊，先用人形状态下，这样这一块才能够顺利的推下来。推下来之后的话呢，我们再把它往上面调整一下，扣上去。总而言之，两侧的车头灯先往下面折一点。好，到这边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轮胎给扣上去。车顶盖的话呢，严丝合缝，就把它扣下去就可以了。那最后手呢，就是可以直接的往内放下去，这里。那最后你就会。变完之后，你就会发出“哇靠”的一声，真的，因为它变完之后，它的手就落在下面，“哇靠”，对不对？然后，这太过分了啊！真的，真的，真的有点过分了啊！虽然说这样放、这样看啊、这样看、这样看，OK，不错啊，超过60%是看不到的，超过，但是插到侧边，你真的，你还是忍不住会“哇靠”一声。轮胎可以全部着地，而且它的手其实是没有拖到地板，但是我手上这一款的这个轮胎的滚动性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只有这一颗稍微好一点，这一颗你看，基本推不动，这一颗也推不动，这一颗也推不动啊，只有一个轮子是能动的，这个有点过分了。那它的武器，先讲一下这个刀刃，刀刃比较没有问题，从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凸啊，在这，我们把它扣上去，啊，完美隐藏，啊，这个刀刃是没有问题的。那这里的话呢，就是要扣这个地方，单独这里有一个小洞，然后跟它的这个，它是用这个去夹，这个去夹，我记得是夹这一边。好，就这样挂在后面，啊，如果你觉得很蠢的话，就把手套先给拿掉，没有关系。那它的这个 bomber 的话呢，由于它在背包的情况下，这两片部件是去包住这个。背包的部分，所以它会有点往外一点，这个似乎不能避免，似乎不能避免。即便你之后想要避免，但是你刚买到的时候，它在盒子里头就是这个形象，它应该已经打开不知道多久了，所以多少会有点变形。但是相信各位，如果你真的有心想处理，也可以。那它这里会有一个缝，这个缝应该是很难避免。我看了一下一些网上的照片或什么，这个缝几乎是都有的。然后大黄蜂一贯的黑色的线条，由前往后。那它的车型我自己算喜欢了啊，有一种就是越野车的一个感觉，
个人对于这一次的这个100号的大黄蜂喜欢的程度还是比较高一点，甚至我个人会比更就这两个轿比起来的话，我反而比较喜欢它。它虽然很经典的大黄蜂前三集的电影造型，可是以变形的这个感觉啊之类的啊，我真的还是比较喜欢这一次新的这一款人物的造型来讲也比较扎实一些，空洞也相对的有点减少。那对于100号这个有纪念的一个号码呢，我们就利用今天给各位做这么一个分享，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拜拜。